志伟。天哪！我是。哎，他可以吗？不错。耶！又是第二强，一直都在这里耶，都会到最后哎。他比你厚，对我比你厚，脸比较厚。不是还。吴志伟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有点吓到，因为我本来玩游戏的时候，我的选的名字就是吴子维，就他就出现，我想说还是我其实有什么通灵体质。怡蓉姐的脸，她的脸真的很大，我就觉得很好笑。吴子维，天哪，来了，再回来了，来，我是，哎，他可以吗？小豪英祖派来的特派使者，那你回去吧。他是小豪派来的特派使者。对，哎，你儿子啊？哎，儿子长大了。小豪英祖说，他发觉你们最近好像接到的任务都不太开心，嗯，所以他觉得他有做了一点小改变。嗯，什么事？所以他今天有特别准备了两台车子，要带你们去任务的地方。这听起来怎么那么不妙啊？对啊，那我们要去哪里呀？小豪银主这次给你的任务就是采香菇，采香菇就在这边采一采就好了。没有，里面有很多。好，我现在先教你们怎么采。好，你把一个大拇指这样放进去，只要它超过一个指节，就可以把它采起来，然后从根部拔。他有教你吗？拔起来，就这样。哇，蛮简单的哈。这个有一个指节吗？这个。勉强，勉强。你那个不都不会那个指节，大拇指，我的指节比较大。OK OK。那所以我们待会比赛，还要比，就是刚刚同车的三个人一组，分两组。哦。等一下进去采香菇，我们会计时三分钟，香菇一分，然后里面会藏灵芝，灵芝十分。好。灵芝长什么样？灵芝也是超过一拇指。灵芝直接拔。灵芝长什么样子啊？跟香菇不一样。I'm ready。OK。都要超过一指节的哈。对。拔太小扣分，对不对？有计时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你现在要干嘛？来，开始吧。冷静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静。超多节目精彩的花絮，就在光录音就很忙了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订阅哦。